马英九到大陆的祭祖参访之行意义是很大的，因为在台湾有很多人他心中的中国已经是非常的缥缈，与两岸的分离太久了，心中想象中的中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。而马英九对于蓝营还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大家借着马英九第一次到大陆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，感受到什么，说出来的话又让台湾的人在灵魂的深处触碰了民族的记忆，这个民族的记忆已经被压抑了很久。对，当然来水了，对，来水了，机会难逢啊，都几百年前到今天。台湾的年轻人因为被洗脑了，然后政治势力所有的势力都压迫的，不准有任何讲到两岸一家亲的这种事情，不可能，只要有这种声音一定要打压，所以我一定要来这里寻根，来这里向黄宁将军致谢，然后来致敬。